连连接接。干啥呢？我操，这么快！在等你。等会儿，你俩在玩吗？没玩早啊？啊，早啊！正在搞服务器。你不让我们玩，服务器那就得重弄了。对啊，就是重弄啊，所以一直下不了这个。要不就把这个档玩通，然后等到他下次，他肯定有个大更新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们就得重新推翻，就是推翻再搞一个服务器，有没有道理？回来重新开个存档，就大家都从零开始了呀。主要是这几个币太不听话了。喂，怎什么么？情况？谁？你要出重来？开？你最好知道我说的是谁。不知阿道。皮，阿要皮他去说的也不买。听话。都不帮忙了，能不能就得先，哎，哎，帮什么忙？你吩咐啊！我他妈没说你，我没说你。要去吗？先吃个晕车药吧。有吗？哎，今天不管，今天他妈的先升级，今天升个40级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很难追上你们，我才十几级。你想想自己的问题。我抓了41只，没有一个是那个带什么神速的。你换点，你可以换个地方抓着试试。Max， 你是从来不点，操你妈的！哎，我真的好烦这玩这游戏又云的人搁那叫啊！哦，这样小哥帮你挡不就好了？哎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好吧，兄弟，我是傻逼，我是傻逼，好吧，我是傻逼。你等着，我今天肯定能给你抓到。抓啥呀？那个羊。啊。相信你。我靠！感觉我们今天会玩到很晚。不会，随便玩，健康游戏好吧？不能让你们玩太久。搞点球。哈哈哈！不可能！我今天看到你偷偷搞了好多。不可能。不是，我看到你偷偷搞，那是不是你趁我们不在的时间偷偷赶的进度？不可能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分享？老子给他扔了也不给你们。老子可以当里面丢嘴里。你别不能。我操你妈！我扔，我扔，妈逼扔，老子全扔了！来看直播。一个词条就算了。老子全他妈各扔各的，他妈家里的金主全是我搬的。哎呀，不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吗？我操！那我造球的时候。对啊。现在整一家人了，现在整一家人了。浓缩卓选，你姐姐。32，我们去给黑色商人打了怎么样？我今天刷到一个，人家不抓怪只抓人的。黑色商人打了可以，好像可以一直刷那个。可以啊，6000-7000年也还行。皮皮你在干嘛？皮皮，我在打猴。哇，我看见两个猛犸在打架。我就看他们在狂狂掉血，我在旁边去扔个球。你抓不到他们，他等级太高了，你抓不着。真的吗？雷角马也可以。但是我有高级帕努球哦。啊！被他打死了！救救我吧！我要被啥怪打死了。被啥打死了？几个怒怪。来了。那个人，那个坏蛋那种，死哪儿了？我在这边，这边有一个龙。你咋活？你他没死啊你？我刚刚只有一点点血，我找了一个角落，让那个大象给我回了点血。不是你去那边，你打得过吗？啊，兄弟。你是去那捡蛋的是吧？啊，死了！哎，我有很多蛋啊。哪儿？我来救你了。
你别拿我的蛋。我不拿，你死哪儿了？我已经死了，我被那个就是刚刚你救我的地方。那不用我了是吧？不用了，我能复活，我马上去。我要去第二禁区刷级了，要不兄弟们，刷级去吧。操了，这给经验给的太少了呀，感觉一个才4000。我操！这40级怎么也得给5000吧？我搞了个3金的。牛逼！3金，我出来个3金。3金的谁啊？雪地的，仇利鹅，30几级的，我在那边看。牛逼！采伐领袖，工匠精神，铁臂军师。采伐领袖，工匠精神，听着像干活的呀。是的，干活的。烧他，荣誉龟。震他。复活，做得很好了，做得很好了，回来了。你也做得很好了，再烧的呀，再烧的呀，交给我吧。啊？啊？再烧的呀。传送点你开了哪些？很好。你让我传哪个？你说呀。我笑笑，你就看你用哪些。哪些？不。那边。朝风区的。妈逼，打死了！我在那边。我在文明遗址。操！怎么设置密码呀？哦，安全设置，就没人开你的。你别管。安全设置，安全设置。你箱子底下有个安全设置。OK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像我把你们的箱子打烂了，你们就相当于没有密码了？六。有吗？我操！我会给你接出去。不是你去火山，你打不过有啥用啊？我去冰山，我去捡蛋，我不需要打，我只靠捡。六。这不是冰山，我们来火山。那我想去冰山，冰山在哪边？冰山在北边。左边 ，OK。北边 ，OK。带他去呀！他是你女朋友还是我们女朋友啊？人呢？人呢？别在这儿啊。你这个走吧，人呢？你最北边的传送点是哪个吗？我看看，我最北边的传送点是雷鸣龙密域。雷鸣龙密域是他妈在哪儿啊？北边。雷鸣龙密域他妈在那个派克龙啊。对，这叫北边。我最北的就在旁边，就在双十字大桥。喂，就是正北，你有吗？正北，正北双骑士大桥。我操！你说你双骑士在自己一直往北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就到雪山了。我看着地图教你。行吧。就这条路一直走。对，一直走，往那边走，然后再往那边走就到了。行吧。哎，我操！我捡到个巨大的。在哪捡的？雪山。给我。新绿帕罗丹。小学生，我的小学生给我。给你一刀。被淹死了，完了。没事，你存档了吧？怎么存啊？我这个地方好远啊。你旁边没存吗？没存。花兔山山顶你也没存。花兔山山顶。就在你隔壁，你自己传送点看不到吗？那有传送点。淹死了。嗯。你旁边那个花兔山呢？那个存档。没有。那最近的在哪？你存档最近的存档在哪里？湖心你有吧？我找找，我看看。哎，怎么没有他妈做？我刚刚想去存的，好像死掉了。你得先存啊。有个巨大龙蛋。最近的是湖心吗？对，湖心也可以，你去。怎么会刷两个呢？湖心往上呗。会刷两个。哦，有可能是我捡了，但是那个是刷了一个。湖心也没有。哦、不是大发热。我勒个豆。
来给你个蛋，刚捡了个超大的。哦，你这边有传送点吗？你这边有传，你把火传回去了。我在家，我在家。那传送点在哪儿？你刚才这边有传送点是吧？嗯。来了。来来，地上那个蛋给你。哇！蛋好冷。啊。我不知道为啥那边的我老是点不开。哇，这是兔子。兔子，它有什么词条吗？采伐灵兽。啥？采伐灵兽。还行吧。哎，你在我那个传送点，杀小子的地盘。啊、你在打怪吗？对啊。我也来。火龙在我这儿啊！我操！哎，抓到了。凶猛！你是不是来分我经验了？什么经验？是。我开始升级，我抓小怪去。哇！有调亮度的吗？家里有皮革吗？应该有吧。这样有吗？我这给的经验有点太多了吧。因为呢？等会儿丢了。哇，神速皮皮机，没有用跟皮皮机能配出来啥？老子他妈的真的是早该他妈这么玩的，兄弟，啊！我真的，我为什么不早点逮着试试的？我为什么不听弹幕的呀？啊！早点干啥你？早点抓这个十只升级，就前十只，你们都抓吗？之前的？兄弟给的经验真的骚多。我寻思抓这几只二逼的，他可能给个几百就过。他他妈给2000，兄弟，我操，那我去升级了。一起呀，兄弟，他妈的，烧点球。这，哦对哦，买呀，直接买呀，直接买啊，我也去买了。到吧，我节省一点。跟你说，你天天骂，哎，弹幕也写废话。他妈买100个，中了抓，听见没？听到了，买英雄是吧？我买那个小帕努。对，我可以直接抓呀，我能抓10个。对，你听到个屌。我操，这个真的屌，好吧，踢的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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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操，920，不太对，现在这逼是不是有点坑了？10个就10000，玩这个，感觉这个逼有点黑。哎呦，他妈有点气呀、啊！我他妈越想，哎呦，我操！我他妈能接受粉球了吗？合体吧。
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哎，我终于看到那个雪山了。牛牛牛牛牛！你靠你自己的。但是它也太远太高了。右边呀！哎呀，不行，我来了。右边呢？右边啊、哦！但我看到，我还看到一棵巨大的树。那个是贴图。哦。怎么高温了呢？因为你去沙漠了，你去沙漠了。你先要不就先传回来。完了，传不回来。嘎了。为什么这个我没办法，那个没办法上去？你嘎了吧？不是，我是在这个传送点，能不能救救我？我没嘎，快嘎了。哎，我要死了，已经没体力了。哎，我操，这啥地儿啊？这是？不，你骑鸟，骑鸟上去，骑鸟上去啊！我没鸟。我操！我之前就是一直在找那个传送的，但是我没有找到，好不容易找到了。你骑这个，你骑这个，你这个能骑吗 ？F， 啊，不对，这是我的。哎，你看你掉这个逼地儿，你死了得了，你一会儿下来舔包得了。不要，我好不容易走到那，我其他地方都没有传送点，我跟你讲。你知道我传送点有多远吗？传送点在那个花兔山山顶。哦，你那上来了，哦。过不去啊，咋办？我帮你看看有地儿。哎呀，这还有个大蛋呢，啊，这有个大蛋。不要，给我。我操！我把蛋给你捡回去得了。来，这是。可是我怎么过去呢？附近还是什么传送点没？他家里有风格龙，你拿掉风格龙。你怎么过来的？我传过来的呀，我有那个波点啊。不是，你从对面怎么过来的？跳过来的呀。你去回家里，你先找程姐回家拿个风格龙去。我没有，最近的就是这个，然后另外就是花兔山山顶，我翻山越岭爬着过来的。花兔山，你回家拿那个风格龙。他回不了，你懂不懂？他离传送点很远，但是现在脸上有一个，他过不去。哎，我真服了。好、哦，风格龙给他用一下，怎么用啊？我怎么把风格龙丢地上？或者你有没有耐热的？二是丢地上，真是骗人的吗？哥哥，你懂不懂？你摁没摁过？喂？没有，你要不你自己试试，我可不想试。OK OK， 地上，后面地上，你把你马收回来。真的可以用吗？可以用。哇。真可以用啊！真的假的？鸟呢？扔了，放出来。没有。是不是要到那个什么终端换？你满了吗？你背包？啊。队伍帕努有五个都满了。我。那我扔一个。我操他妈！我也要死这儿。有意思啊！如果你跟他只能选择活一个的话，哎呦，你他妈怎么能玩到这儿来呀？喂，他要给你捡蛋，给我。耶、yeah ！你为什么会死呢？你不是还会飞，还会干嘛的？我鸟给你了呀！我没有呀。我在哪儿看我的鸟呢？终端呀。哦，这里没有终端呐，只能也是只能回家看了。完了，我要去，我得去左边跳上去。我看一下，喝水，你那个龙，就是你那给、家里给他留那个风筝龙在哪？你放到那个底下，我拿过来给他。没在底下吗？在底下吗？哦，我放。你是怎么过去的呀？啊，在底下，是这个十三级的吗？对啊，还很屌，认真加顽强肉体。你在哪？OK， 我找到一个近一点的。
你那个啥那个啥，你现在包是不是不满了？包还是满的对吧？你丢一个。等一下啊。你丢一个。你别急，我正在爬。你这爬得上来吗？我正着二段跳的。等一下，你先上来。恢复体力中，你先别急。我感觉我找了一个好位置，这里能爬上来。Okay. 你现在丢一只，我把那个给你。先上去吧，我去把那个解锁了。不，你先丢一个，我把这个给你。丢吧。哎，别！掉那个。走吧走吧，全回家吧，我直接回家再说吧。那个武士给你放在那个据点底下那个了，然后你把那个还我。龙。对。好了，玩去吧。刚刚贺叔叔不是给了我个龙吗？那不就是你身上那个十三级那个吗？那个两个磁条的。哦。不是南边，绿绿，南边，正南，你往山上飞，懂不？你这个不是你去过的路吗？你等于就是，你不就等于绕过去了吗？我已经看到了。因为他体力值不够，我得找一个最近的距离飞过去。你不用一下飞到头顶，你他悬崖峭壁上肯定有能那个啥的，就是能歇脚的地方。我懂，我要过海呀，这个河。你不用南边。那我看见很蓝很白的那种，就是那个山上有白色的，都有是雪。那都是雪山，但是你可以先去近点那个，那个等级低一点。OK。那边惹到怪你就死了。哎，这有，我操，好多矿啊！南边，对，南边。他那不是北边吗？他那不是北边吗？哎，我，你不用帮我打，你就自己探索去玩玩。我意思，你可以不用帮我做啥，你去北边打不过，你得就是先去自己能打过的地方慢慢练习，那么。不是没有用，你像你现在十几级，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去那种十几级的地儿。你看这里不也有十五、十六级了，你也能打过。哇哇哇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三个满金啊！我操，超巨大龙的，这是不是巨大龙的？哎，这给你，你开呗。咋的？你玩不行，不行了，晕了。我玩撸啊撸去。我等级还可以了，今天已经升了好多级了。今天几级了？我36了。这个不敢跳呀，这跳了感觉会烧死呀，这怎么整？我又飞了。你几级了？对不起。34。你再一直抓吗？那个十只。是啊。没有。那你怎么升不能高了？靠本事。我操！畜生。有危机感了没？畜生，没事，我可以睡一手觉，好吧？你可以什么？睡一手觉。那里有点畜生了。我不偷完的呀，兄弟。那里真畜生了。不会的呀。我，那个逗啊！朱军死了，朱军死了。他包啊！你看看直播，把他在哪？我看到了。你传我就退游戏，我就这么简单，真的。你传过来，我直接就终止。直接就下机。我直接就下。他妈停服更新了。受不了了。
哎呦，他妈的过不去，好像完了。高温兄弟，我试一下兄弟。哎，我身上有两个那个什么，耐热的。我试一下，我不服。给你看看什么叫极限手法。好了，我要不要？要。你来找我，我在传送点附近，传送点这。那个师弟之岛的教堂，哎，你他妈自己看，左边。为什么打这些高？哦，老子想下播开创造模式了，现在。老子要搞他妈两万个金属柱块。操了，老子，哎，我看不到未来。我也能不能想到，我就在那个矿场拿着我的乌龟在那转圈的样子了。看不到未来这种话都说出来了，不知道，真的无语。咋了？没事，我说你咋了？没咋。看不到未来这种话都说出来了。他妈的，谁呀、啊？做了258根剑，是我，所以说才看不到未来。六，就是做他妈二，因为我做了200根剑，你看不到未来。258根剑，兄弟，我们能，哎，说吧，兄弟，有话你直说。没事，是因为我们不做事吗，兄弟？没有，有其实都在做的，可以移档吗？哦对，哎要不开个服务器把档移过去？可以。然后呢？哦对，我也记得诸葛说他移档，然后就可以抓，然后可以叫几个兄弟了。叫几个人吗？不是，你为什么我刚才那句话刺回了？没啊，兄弟多好玩呀，朋友多好玩呀。哎，那新进来的是不是一级？然后我们是这个等级。是这个说法好像，那可以。